谢谢皎月出收割吗？这个中路我会记得他的，他帮我把腰子打回家，但是他自己却丢了两个兵，啊，三个兵，我会记得他的。他让腰子丢了一个兵，他腰子怎么还丢了一个兵？你带个致命节奏，你跟谁俩 A 呢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开个E，学个E技能带个致命节奏，你还跟我 A， 你还跟我 A， 你 A 个屁你！我吃药升级，学个 W 走。跟我 A， 还来劲了。没想到吧，我生了。这小兵不吃了，走了。哦，传送点盐，我天哪！先来个700，再来个50。怎么还新婚快乐了呢？跟谁新婚呢？致命节奏腰呢？来 ，A 小兵 ，A A， 这级啊 ，E A W A， 再 A， 吃药，平 A 接收，再 A， 再 A， 还跟我 A 来，来再 A， 吃饼干死了没关系。哎，一半跑了，别清兵。他放这 W 放的太二了，你放这 W 干嘛？最后那一下 A 追不上他了，没事。亏死他这腰子。哎，哎，中了两个信号，腰子可能去了啊。绝活哥呀，致命节奏腰子。抽一下 ，E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喜欢 A， 来别走啊，这波别走，来卡在前面，我看往哪走来，卡个眼儿，学个 Q，A Q 一死，还嘲讽我，来下波你继续啊兄弟，下波我们直接卡着兵线。就在塔后边，我得认真的打一打了。往他塔后走，先吃药，出 R 转起来，还打，再出 R 转起来 ，A 出，再 A 一下。哎，好喜欢拼呢、啊、这个人，我塔皮丢一层没关系啊，我把他杀了就行了，虽然我塔皮丢了一层，
我把这饼干吃了，才打快一点。他不跑去，我都没想到。蓝枪，放 E 我们放 W 没事，追不上。他如果有闪还行。哇，这都这么绝活的吗？这都这全是绝活呀！我操，点言传送辛德拉，致命节奏大腰子，重印蓝枪，迅捷步伐发条，全是绝活啊！无限绝活哥，这确实是游戏理解，确实是可以啊。那腰着五级吧，五级。先小控一手，不敢打了，晚了，你都一杠四了。关键这腰着还给我带个灵光披风。哎呀，一说到灵光披风，我就想到了鱿鱼。一想到鱿鱼，我就有点想吃鱿鱼圈了。决定了，今天就吃鱿鱼圈了。真好，真好，给我送啊！对，给我送。等一个那个小耀光再抠啊，这波要不然打不死。注意细节。有传送吗？咋了？你还敢帮他干克？卧龙凤雏啊，这是！一个重印蓝枪，一个致命节奏腰子，要干克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等个水银海，哎，辛德拉开始骂人了啊！辛德拉，人家凯隐四杠一，你零二二，你让人给单杀了，然后他跟咱这在这说说是骂人，你看啊。开始了。凯隐本来就有问题，哪有问题？有啥问题啊？凯隐啊，刚才凯隐操作没问题啊，他上来 WQ 让人闪现躲了，躲完以后，然后他跟闪有 R 的话可以跟啊，只不过腰子给大了嘛，这谁能知道啊？这边可以杀，我好右的。不行了，他跟我秦王要住了一波，我杀不了了。给我来了，我操，他比我杀人利索呀。
我那费劲巴拉的，这杀他，他一个夸他一个 WQ 死了。支援一波啊，下路。完了，这卡莎不值钱了吗？往这走来。W 开起来 ，A Q A E A， 套点盐，杀发条 ，Q 一下往前走，走位躲一下 ，E A， 你们杀我 ，Q R 转起来，给我亮牌。啊！给我亮牌，你们都得死！我跟你说，一个跑不了，我藏不藏？一 A 还亮牌，我亮你妹！你还跑过来还亮牌？这能跟你走了？可以杀去！哎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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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伤害有点高。哦呦，这什么伤害啊？这是？我看看啊，伤害不太对劲啊！他这啪啪打我这么痛啊，有点肥，有点肥。先来个九头蛇。完成喽！我们是多少钱呢？我们是1000块钱，给到了敌魂圣枪。中路可以守，先守一下中路啊！给我上去抽他！哎，好抽 ，W E A 抽，正好把我往前蹬。我们直接一个 Q 给他收了，不用交闪啊！假装往下走，找一下 ，OK， 找蓝枪的，假装找蓝枪，其实这一波找发条，我让你在那亮牌啊！你腰子也得给我起来，带 AR 转起来，一走，没事，让他大我死不了。这打个蓝的，这确实有点难带啊！你还真别说，我就这么杀，咱们还军事角呢，你看着吗？那下路那俩一个065，一个053，先回家。下件装备死亡之舞。这把 AD 偏多，我们先杀发条。我估计对面肯定要来打这条龙 ，W 开起来，别急上啊，龙拿掉就可以了。发条刚才把闪交了，我们在这等着。死了。别给辛德拉人头啊！去把峡谷打了来。真不干辣干哈呢？你在这卖单儿呢，大哥呀？能不能看着点啊？打游戏能不能专注一点点？
那蓝枪都挤你脸上拉屎来了，你也不讨厌。上路收兵了，把中塔拔了。可我应该不会打到我回城，没关系。把锁子甲出来，又一点。哦呦，我靠，一塔没拔掉，哎，这太亏了，这峡谷白打了。W 开起来，一颗 R 好大，点赞。再点赞，喜欢点赞，来。哎，这 W 可以啊，中塔得掉了啊，中塔得推了。双扣 A E A A 键，这咋这么疼啊！我天哪！哎，他们三个打人有这么痛吗？首先，我们的被动是有的，其次。我们有大锁子甲，而且我满血，好像是啊，怎么会这么疼啊？这啥伤害呀？难道两个星石加个木印是这么的猛吗？我打了这么些年英雄联盟，我就没发现刚才这波我能死，真的，我都没想到我能死。还有那波推中塔也是，都干我好疼哦。哎，这蓝枪有点东西啊。三二一，出来。拿红 buff， 那是我的，在这等他俩，谁敢动一下？兄弟，我是真没想到。我打这么长时间，你居然给我抢了！发条球有视野，我知道发条球有视野，但发条球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这波这个地方没有视野的话，这蓝枪可以杀。我天！这波你不死啊？往下走嘞，这蓝枪是不搁这呢？瞅一眼啊，在这等一会儿，我打嘞，别怕嘞。辅助怎么回事？哎，原来是后边有人，原来是后边有个蓝 buff， 我没想到啊。哎呀，真能抢！小龙拿了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杀啊！死亡之舞出了，出完以后出个黑切，
黑切出完这把出个春哥，也不要那蟹手了，反正蟹手也不要。残血也给我斩杀，我可护甲除，我不要那蟹手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现在可以去大龙做做事儿，先去上路推波线吧，上路线到了。他们这波打很容易团灭，你知道吧，像这种地方你最好是别打，这是人家家塔旁边，你没有足够的装备优势，别这么玩。大龙尝试一波来，直接打了。我们海隐直接过来打，伤害应该是够的。大龙一拿，这个优势就够大了，知道吧？就可以拦两波了。要么言现在其实还是军师，如果对面拿了大龙，我们一言是不好打的，没有视野我都扫过了。这人行啊，怎么跑了呢？给他，天哪，这给他跑了。哎，对面的这个反应能力还可以啊，这我一完就闪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玩意儿了。先杀女枪啊，拖一波，一口死。我估计可能是哪里有眼儿。你这么喜欢大我的？比你大，我们死亡之舞还能回血，把这个高地赶紧拆了，拆完赶紧走啊！这波不能再次逗留了，该走了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好，打个蓝去。算了，先打个蛤蟆吧。我不再给他了。算了，我打家里头那个啊。我们打家里头那个。来个大锁子甲。其实可以先出小反甲，这样有减伤，然后呢再给他换了。蓝不太够用，先把蓝打了，去红找这个蓝枪，我估计他百分之百在这里。那个蓝枪特别喜欢打野，只要野怪一刷，他闭眼就是在旁边的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怎么谁也不怕呢？你啊，你不怕我？你还往里放烟雾弹，那关进去，来杀我来，对 ，EAAQ。在 A W 溜走，这有点疼，这不行啊！我们一小兵，有点痛，闪现有点多。谁闪走了？我刚才是要杀谁来着？发条，这发条出了一个反曲之弓，也不知道要干嘛。
我上波没有大，我有大我把他们全杀了，我不大招杀蓝枪了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杀个大招，多个大招直接往人群里边冲，那女枪大招我给他直接断掉就完事了，省着他给我洗澡。伤害太高了，他们真是伤害高。打我身上都这么疼，我将近300的护甲，他们没有黑切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将近300的护甲，差不多。三条土龙，大龙没刷，也去搜一搜。算了，上路推波线啊。不好推了，这波再推要出事，不好推了，等下大龙吧。干啥呢？那打野一个人搁那浪，往后撤来，往后撤，往后撤！你别跟他浪了，你说他浪一浪就算了，你就别跟他浪了，这可救不了啊！走走走，等大龙，把大龙打了。我们现在上高地没用，上不去，知道吧？30-36，这上不去高地。现在只能打大龙，我觉得是要干吧，这回干吧，先上来啊 ，Q E A 先杀女枪。R A Q E 平 A 再 A 有吸血一波，好几回没杀这女枪，回回打我伤害特别高，得杀他一把了。这发条没有杀漏，直接过来把他杀了。W E A Q 闪现也没有，死吧。这人怎么的那个？他一个辅助就自己就出来呗，就。哎，我发现他们头铁的很啊！这什么情况都敢打？这种情况他也敢打？这种情况怎么可以打的呢？